注意台钓，觅着准分，咱继续看545页。那么今仔日呢，就是由后壁第四章才开始。咱顶一回呢，有讲到这个烦恼的种类，到最后呢，或者是烦恼会当分作128种。那么这个128种的烦恼是安那讲呢？伊讲就是由前前所讲的遐10种烦恼。那么当因对12种地有未及的时阵，那么所建立出这128种的烦恼。那么咱下面就来看这个注解，伊有甲咱详细介绍。这128种的烦恼是安怎回事？咱来看，十分一别28烦恼定者，为即上说10种烦恼，以三界中个别未得有12种，或见所断，或修所断。就是以上所讲的遐10种烦恼，就是迄个萨迦耶见、边际见、舍见、见处，一直到第10种呢疑。那么这10种烦恼呢，因伫三界当中，每一种烦恼，因拢总有对属性地有未合。当然属性地伫三界拢有嘛。所以三界的属性地，所以加起来就有12种的地。那么未晓所产生的，那么这些烦恼呢，又搁分作，或者是见道所断，或者是修道所断的这2种烦恼，就是两个部分：见道所断，啊，搁修道所断。啊，毋过呢，拢总是这10种烦恼。对12种地有未合的时阵所产生的，那么见所断中有112烦恼，修所断中有16烦恼，如是总成128烦恼差别。其中呢，这个见道所断的烦恼有112种，那么修道所断的呢有16种。所以安尼加起来呢，拄好128，由于欲界四地差别，各具10种烦恼未及，总为数十。就是伫欲界，对欲界的属性地，那么呢，有未合的关系，那么什么人对因有未合，就是10种的烦恼。10种的烦恼对欲界属性地有未合，所以属性地生10种烦恼，所以总共加起来拄好40。等于讲每一个烦恼，伊对属性地的未合，那么呢，就会变作4种烦恼。那么10种烦恼对属性地未合，就变作40种安尼。那么色无色界四地差别，独亲有余烦恼未及，总为72。搁再来呢，伫色界搁无色界遮，因同款嘛是有属性地的差别。啊，毋过呢，敢是10种烦恼对因有未及吗？毋是，除了亲恨心以外。因为伫色界、无色界是无亲恨心，所以咱将亲恨心呢，甲除掉，就有其他迄9种，那么其他迄9种呢，伫色界有属性地的差别，那么呢，到生于，这个是，就变成36嘛。那么伫无色界嘛，相款，9种烦恼对无色界的属性地有未合。嘛是36，所以加起来呢，就总共72，那么72呢，佮加上伫欲界，诶，迄40种烦恼，
哦，那么安尼加起来呢？吼、哦，如是明见所断一别一心二烦恼。啊、哦，等于讲七十二，佮加上啊，即、哦这个四十，就变做一百十二。吼、哦，佮再来呢？吼、哦，由于欲界对治修中，忧虑烦恼未止，为色界也见变入见，贪恚慢无明。搁再来呢，吼，如果呢进入修道的界位，啊，修道的界位呢，吼，伊伫欲界咧修对治当中，哦，因为见道的时阵，一定有断掉某一部分的烦恼啊，啊，就是拄则讲的迄一百十二种嘛，一定断啊。搁再剩的呢，就是伫修对治的界位，啊，专门要来断掉，啊，剩的遐个烦恼。那么伫欲界的界位呢，就有六种的烦恼未止，啊、哦，就是这个色界也见、边际见、贪、恚、慢、无明这六种，啊、哦，啊，再来呢，色无色界对治修中，独亲各有五种烦恼未止。色界甲无色界，伊嘛是哈、啊、有修道所要断的，哈、啊，迄嘛是对治修。那么伫因个对治修阶段当中呢，就是除了清净心以外，啊，每一个所在各有剩五种的烦恼未止，啊，就是伫色界有五种，啊，啊无色界嘛五种，啊，那么安尼加起来拄好十种嘛，啊，那么十种佮加上拄只迄个欲界的六种，啊，如是名修所断十六烦恼。哦、所以加起来就变成十六种烦恼哦，怕住分别啊，自闻动地。那么下面呢，哈、哦，伊就会详细啊，这个原文呢，会去甲咱分别哈、哦。那么咱看到就知啊、哦，下面过来甲咱介绍啊，什么叫做十二种的地啊、哦？何定名为十二种地？啊、哦，拄则讲。对十二种的地有未歇，有未止。那么这个十二种地到底是啥物货呢？啊，伊讲为欲界苦地集地，色界苦地集地，啊，无色界苦地集地，啊，这是欲界、色界，啊，佮无色界的苦地，啊，佮集地。啊，这个四性地就是苦集灭道。那么苦集灭道呢？伫三界吼，拢总共有苦集灭道这四性地，所以那安尼加起来呢，就变作十二种地。吼、哦，啊，毋过伊只修先生甲咱介绍啥物货呢？就是介绍三界的苦地啊，佮集地。吼、哦，安尼，所以叫做六种啊嘛，吼、哦。佮再来呢，吼、哦，欲界精相比遍地各。比遍地所现灭地道地，色界精相比遍地各，啊，比遍地所现灭地道地，无色界精相比遍地各，比遍地所现灭地道地，同款。啊，即村的所讲的呢，就是三界的灭地啊，佮道地。啊，毋过伊安怎吼形容即个灭地啊，佮道地呢？吼、哦，伊讲精相比遍地各，吼安尼，啊佮来呢吼、哦、比遍地所现，吼、哦，即吼即段文呢，吼、哦、咱若顺即个话意安尼连贯落来呢，吼、哦、精相比遍地各。所现的灭地，啊，啊，佫再来呢，比遍地所现的道地。咱先了解啥物叫做遍地，啊，遍地，这个遍地呢，啊，就是普遍的智慧，叫做遍地，啊，迄个遍有一个普遍的意义，啊，那么地当然就是智慧嘛。这个智慧指什么货呢？就是指道地，
哦，因为咱爱修德，较会当断掉苦集，较会当趋向即个灭。所以即个智慧呢，当然就是指无漏的智慧。哦，无漏的智慧普遍伫一切的事理者啊来观察，啊啊来呢，哈、啊、得到即个无颠倒啊正确的认识。啊，即、这个呢就是遍地，所以遍地其实呢就是道地，所以伊为着要甲咱显示即个道地呢，互咱了解，其实道地是啥物货，就是遍地。啊，那么伫底有遍地，当然就是伫苦集灭道，啊，即世间出世间的事理当中，啊，普遍伫遮啊有得到智慧。哦、所以就是由这所显示的迄个道地，搁再来呢，吼、哦，灭地是安怎解说呢？就是遍地果。好、哦，那是以道地来讲，道地就是因，那么灭地呢就是果。好、哦，所以迄个遍地作为因，会当互咱得到解脱，吼、哦，互咱得到涅槃，互咱达到灭者。所以这个面呢，就是遍地所显示的迄个果，啊、哦，遍地啊、哦、所得到的一个结果，叫做遍地果。今仔日就是由这个遍地果来甲咱显示这个灭地，啊、哦，所以遍地果显示灭地，那么遍地呢显示这个道地，啊、哦，现在三界同款拢总是安尼。哦、所以呢，就是讲，啊、哦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增上比遍地果所现的灭地。哦，啊，搁再来呢，哈、哦，比遍地所现的道地。好、哦，所以伊只，哈、哦，特别用这遍地果甲遍地来甲咱解说这个，哈、哦，灭地甲道地的意义。哈、哦，那么安尼加起来，就拄好十二种的地，哈、哦。那么下面就甲咱继续解说哈，初中以欲界苦集地，及以欲界增上灭啊灭道地，具有十种烦恼灭集啊。今仔日哈，伫只当中呢，就是咱伫欲界的苦集地，啊，搁有呢欲界的灭道地哦，就是伫欲界的属性地只。那么，就具有十种的烦恼灭集，啊，就是伫每一个地呢，拢总有十种烦恼灭集，所以属性地加起来就是四十种的灭集，哈、哦，安尼。搁再来呢，哈、哦，以色界苦集地，及以比增上灭道地，独亲有以烦恼灭集，啊、哦，伫色界者呢，哈、哦。不管是苦集地也好，还是灭道地也好，除了嗔恨心的烦恼以外，伊还佫有剩的遐九种烦恼灭集，哈、哦，安尼啊，所以呢，哈、哦，九种烦恼灭集，哈、哦，还佫乘以这个属性地的三十六，哈、哦。那么如以色界，以无色界用力，啊、哦，亲像伫色界安尼。那么咱应该了解，伫无色界嘛是同款，就是除了嗔恨心以外，有其他九种的灭集，所以才安尼加起来嘛是三十六，啊、哦，所以两个三十六，佮加上一个四十，拄啊好一百十二，安尼，好、哦。那么下边只来看这个注解，啊、哦，欲界增上比遍地果，比遍地所现灭地道地等者。灭地道地为是无漏最成义故，说明增上。啊、哦，伫头前迄个原文，哈、哦，伊讲即个增上比遍地果者，啊、哦，即段，啥物叫做增上呢？啊、哦，因为即个灭地啊个道地，伊唯独是无漏最殊胜的境界。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叫做增上。啊、哦，是安怎苦地甲集地，伊无叫做增上呢？啊、哦，因为伊毋是无漏最成义。
现在呢，敢那唯独这个灭啊个道，卡是无漏最成义，义就是境界，啊、哦，这是圣人的境界，哈、哦，所以我们才讲叫做正相，啊、哦，正相呢有一个殊胜的意义，叫做正相，啊、哦，若以欲界苦地集地，由正遍知义力永断，啊、哦，是名欲界正相比遍知各所现灭地。卡斯讲，咱也伫欲界的苦地，啊，搁集地。如果呐会当哈正确无颠倒哈普遍来甲了知伊的真实义，然后呢哈会当互咱得到这个永断哈，就是咱会当观照这个苦地集地，哈会当来观照伊的真实义。然后呢，予咱有一个啊智慧，会当来永远断掉这个苦地集地。那么这个叫做啥？这个就是伫欲界者，哈、啊，这个正相比遍知各所现的灭地。啊，因为灭地灭是灭啥物货？灭就是灭苦甲集嘛，哈、啊。所以咱也是由观察苦集。然后呢，会当将伊永远断除。哦，那么所得到的呢，就是遍知各所现时的灭地。哦，那么机灵遍知明比遍知所现得地。那么相反来讲，啊、哦，这个所遍知，哈、哦，就是这个属理嘛，啊、哦。那么这个属理呢，一定有一个灵遍知的智慧，啊，有迄个智慧，唔才会当来观察这所要观察的属理。现在像是迄个智慧呢，就是道地，啊，所以道地就是啥，就是灵遍知，啊，伊有这种的，啊，遍知的功能，啊，遍知一切属理的功能。现在呢，因为伊这个功能的关系，予咱通达一切事理的真实义，然后呢，才来断除这个苦甲集，才来达到这个灭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个就是遍知的一种功用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就是由这个遍知来甲咱显示这个道德，哈、哦。如说欲界如是，色无色界随其所应，当知应念。那么，亲像欲界是安尼讲，咱来了解色界、无色界嘛是同款啊，拢总啊道理是无差别的啊，所以有者咱就说可以了解讲三界诶，即个属性地啊，伊总共呢就是有112种诶未执烦恼啊。那么下面呢，哈、啊，以欲界对治修中有六烦恼未执，啊，当咱进入这个修道位的阶段，啊，要来断掉剩的烦恼的时阵呢，啊，迄当阵咧修对治，那么咱应该了解有六种的烦恼未执。那么对六种呢，就是头前遐10种烦恼所讲的遐，各啊唯独邪见、见处、戒禁处、疑。就是遐10种烦恼呢，佮扣掉这4种，啊，那么剩的迄6种，啊，剩的迄6种，啊，迄6种是甚物货？啊，就是这个，啊，色界野见、边执见、啊，贪悔慢啊，佮无明，啊，这6种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剩的迄6种烦恼未执，就是指这，啊，佮再来呢，吼，以色界对治修中有五烦恼未执。在色界哈修道的阶段当中呢，各有5种的烦恼未执。啊，伊讲位于上六中独亲。啊，这个10种烦恼，那是扣掉4种，就剩6种嘛。啊，那么迄6种呢，就是在这个欲界哈，欲界的对治修当中有这6种。现在呢，若进一步达到这个色界对治修呢，就阁剩5种尔。哦，那么5种是指对5种呢，就是以上迄6种
搁再扣掉亲恨心，啊，就是指杀见野见，啊，偏执见，啊，贪，啊，啊个，啊，慢无明，啊，安尼，纯粹五种尔。那么如以色界对治修中，以无色界对治修中用力。啊，搁再来呢，吼，这个无色界。啊，无色界的对治修呢，其实是跟色界同款的，啊，所以讲用力啊，道理嘛是同款，啊，伊嘛是无亲人心，所以呢，就是存迄五种安尼，啊，搁再来呢，吼，如未及障碍用力，啊，咱以上所讲的，吼，128种烦恼，啊，有分作啊见得所断，啊，搁有分作修得所断。好，那么咱讲这是未执，哈，未执，其实未执就是指烦恼。那么现在咱来了解，亲像未执是安尼，障碍嘛是同款。其实未执就是障碍，啊，这两种是烦恼的意义，啊，用无同款的角度来解说烦恼，啊，所以伫见得所断的112种。啊，搁修得所断的16种当中呢，吼、哦，才加起来多好128，这128拢是对咱凡夫的一种迷执，对咱凡夫的一种障碍，啊、哦，所以讲如迷执障碍用力，障碍嘛是安尼，嘛是拢这128种咧，甲咱障碍的，哦，互咱袂当解脱，吼、哦，安尼，那么咱看这个注解吼。哦如未执障碍用力者，啊，唯如烦恼未执是二种地，分为128烦恼。啊，如是烦恼障碍12种地，即所用力。啊，伊讲亲像烦恼对即个12种地有未向，啊，有执着，所以呢，毋则分作128种的烦恼。那么现在咱来了解，哈，烦恼来障碍这12种地，哦，何这12种地呢？未当显露，咱应该了解嘛是同款，哦，有这128种的烦恼来个障碍。意思就是讲，烦恼啊，伊对这12种地啊有未执，什么叫做未执呢？就是未向嘛，啊，无。明白，哈，无了知，哈，啊，对这个真理呢，哈，有种种的，哈，错误的执着，所以叫做未执。那么，咱来了解烦恼，其实呢，哈，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伊就是障碍这12种地，啊，障碍咱凡夫未当来见到这12种地，啊，地是啥物意思呢？地就是真实不虚的意思，啊，就是世间出世间的真实理，啊，伊本身是真实不虚。啊，不过呢，啊，烦恼甲咱障碍掉的，互咱袂当去看到这的真实理。啊，那么什么烦恼？嘛是同款，这128种，啊，那么迷地真实是迷执义。种地现观是障碍义，如是差别应知。哦，咱进一步来了解，什么叫做迷执呢？迷执的意义是伫底呢？就是迷地真实，地就是真实嘛，吼、哦，就是对有真实理有迷惑，安尼叫做迷执义。那么障碍地的现观呢，就叫做障碍义。什么叫做障碍呢？就是以障碍咱直接去看到真实理。啊、哦，地就是真实理嘛。那么现前来观察这个真实理，就等于讲咱开悟啊。啊、哦，咱若开悟呢，就会当直接看到真实理。好、哦，咱就会当现前来甲观察这个真实理。不过烦恼，伊有障碍的本事，哦，障碍条的，互咱袂当直接现观殊胜地，现观真实理。
所以呢，毋则讲烦恼伊有障碍的意义，那么这个就是因的差别，等于烦恼在作用的无同呢，互伊一个物质的意义，啊，佮有呢，互伊一个障碍的意义，是这个意思，那么以上，就是这个，烦恼由一种到128种，因的差别伫遮。那么下面呢，就继续甲咱解说这个烦恼伊的体性是对10种，那么其中呢，先甲咱解说，这10种烦恼的第一种，色惊眼见，色惊眼见者，唯有亲近不善丈夫，闻非正法，不如理作义故。皆由人云失念故，顶随观集五种初温，若分别不分别，染污非为体。首先先甲咱说明色惊眼见到底是指啥物货，伊个本体是啥物货，伊个性质是啥物货。伊讲呢，首先，就是因为亲近一个不善的丈夫，这个不善的丈夫呢，就是指恶地性，有邪地邪见的人，这个叫做不善的丈夫。好比讲，这个人伊执着有我，这个人伊有迄种我的思想，那么伊家己呢有这个我者，来分别出一番的道理，那么这种的道理呢，佫非常的坚固，所以呢，伊本身呢，就有这种错误的见解，就有这个执着有我。如果咱若是去亲近伊，向伊学习这种执着有我的道理，那么这个叫做啥？这个就是亲近不善的丈夫，因为咱佮伊接近嘛。所以就会受伊影响，搁再来呢，闻非正法。当然，咱若亲近一个不善的丈夫，好比讲一个外道的师长安尼，那么这个外道的师长呢，伊有执着这个邪知邪见，执着有我的这种思想呢，伊若咧向人宣布的时阵，咧向人宣说的时阵呢，咱去听伊讲。这个就是闻非正法，因为这种有错误颠倒的思想呢，伊并不是一个正确的道理，所以叫做非正法。咱如果去听闻去学习，这个就是闻非正法。搁再来呢，不如理作义。咱听到正法，听到这个非正法了后，咱随顺这个非正法。去思维观察，这个就叫做不如理作义。作义就是思维分别观察的意思。啊，不过这种的思维分别观察，并未当随顺正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所听的是非正法嘛。这个非正法，咱听到，咱若照这个非正法去思维。伊绝对袂引导咱行向到正法者，因为邪法安怎行拢是偏的，无可能引导向正，所以咱遵照这条路去思维，就是行向偏的，所以这个不如理作义，就是根据所听闻的非正法去甲分别观察安尼，所以这个就是指咱五见的一个来源。咱为什么会有五见？为什么会有五见？当然呢，咱之前捌讲过，这个五执五见有分作两种，一个就是由分别观察来的，一个呢，就是自性所来的。分别观察来的五执，就是靠什么货？就是靠咱去亲近，一个恶地性。去听闻伊讲出这个非正法，啊，搁再来呢，搁加上咱有一个不如理的分别观察，
安尼，所以咱的心呢，吼、哦，伫遮学习了后，咱家己嘛会晓想啊，想啥物货啊？想讲，诶，真实有一个我存在啊、哦，咱家己呢由遮就来分别出有一个我的思想，所以这个就是分别五执的一个来源。搁再来呢，吼，伊讲基有人文识念故，即、这个人文识念故，即、这个呢，就是指即个基性五执的一个来源。即、这个人文呢，就是讲真自然的意思，拢毋免经过思考，啊，毋免经过分别观察，啊，即、这个众生呢，伊自己就会识念，吼、啊，识念。安怎讲呢？吼、哦，咱每一个众生，吼、哦，当伊生的时阵呢，吼、哦，伊家己就会有一个我的概念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红孩仔嘛是，吼、哦，自红孩仔开始，一直到食老，一直到死亡，伫一期的生命体当中呢，咱每一个众生，吼、哦，无需要讲去经过学习，吼、哦，无需要讲去听人讲。啊，无需要呢，家己去啊观察，啊，伊家己自己就会有一个我的观念存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我的观念是过去世，啊，一直延续到现在，啊，依生俱来，啊，一出世就有啊，就有这种我的观念。那么这个叫做俱生五执。这种的基性五执安怎来？就是人文识念，真自然。哦，伊真自然呢，就无这种的正念。哦，伊真自然生的时阵呢，伊就袂，哦，袂跟这个真理相应。啊、哦，照讲咱若是真理相应的话，咱时时刻刻，哈、哦，用真理，啊、哦，来落实伫咱的生活的，哈、哦，这个周遭的范围。那么咱就会当讲吼，提醒家己吼，即、这个佛法讲的是无我的，吼、哦，一切法是无我的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我呢是不可得，吼、哦，我呢是毕竟空。那么安尼，咱就形成一个正念，吼、哦。那么即个正念存在的时阵呢，咱就会当时时刻刻提醒家己，我是无的。啊，毋过咱来了解讲，一切的凡夫。一切的众生，哦，当伊生来的时阵呢，伊当然就无这种的正念嘛，哦，伊真自然就失去这种念，啊，然后呢，就会有迄种我的这种观念存在，哦，就会有真自然这种执着有我，哦，这种的思想存在，哦，所以这个叫做基性的五执，哦，的这种来源，就是人文识念。那么，若是头前的分别五执呢，就是清净恶地色啊，闻非正法，还佫不如理作意。所以，才甲咱讲，就是指这个色界、眼见、五见，伊的根源就是安尼。那么，有这个根源了后，咱的顶随观执，哈、啊，五种初闻，伫遮呢，哈、啊，咱得来哈顶观执。啊，个随观执，啊、哦，这个定呢，哈、哦，定就是普遍的意思，啊、哦，普遍去观察，普遍去执着，这个五种的初温，啊、哦，这个五种的初温呢，五初温其实就是五温，啊、哦，色、想、想、行、识，五温。那么为什么要讲处呢？五处温，因为咱的这个五温是由烦恼所生，咱因为有烦恼，所以呢会处得一个五温，啊，有烦恼，所以呢就会处得一个五温，啊，所以这个五温呢叫做五处温，咱的生命体，啊，主要。就是以五温为主，不过这个五温呢，就是由过去的烦恼所来，所以我们才讲叫做五初温。现在，哈、哦，咱平等来
观察，吼，普遍来观察，吼，来接着这个五趣温，就是我，啊，接着这个五趣温，啊，内面有我存在，安尼，这叫做定观集五种的趣温。搁再来呢，吼，也是讲随观集五种的趣温。啊，为什么讲随呢？随就是随顺其中的一个，伊并无普遍拢总观察，伊只不过呢，干那观察其中的一个尔，这叫做随观察，啊，就是随顺其中的一项起来个观察，起来个集中，来个取着这个啊，其中的某一温，比如讲这个色温，啊，伊就集中这个色温是我。啊，也是讲我呢，啊，生伫个即个色温内面，啊，即、這个叫做随观集，啊，安尼，所以即个定随观集五种的趣温，都是伊内心经过分别学习了后，也是呢，因为伊的内心人温习练了后，互伊对即个五种趣温有即种错误的观察。好，错误的集中，好，安尼，啊，搁再来呢，吼，就分别不分别，染污非为体，加得个咱讲，五见伊的本体是啥物货？五见的本体其实就是染污的非，啊，染污的非，这个非不是指智慧的意思，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啊，非有一个啊观察，啊的意义。啊，有一个观察啊，分别的意义啊，就是伊有一个啊，去了解事理的功能。啊，不过呢，伊这种慧呢，并不是正当的慧，啊，不是正确的慧，是染污的慧。啊，等于讲伊嘛会晓去分别，嘛会晓去观察，不过呢，这当中拢错误的，拢总是无正确的，这叫做染污慧。现在呢，吼五见就是以染污的非作为主体，啊，啊，不过这种的主体呢，内面佫分作两种，啊，分作分别的染污非，啊，佫有呢，吼、啊、无分别的染污非，啊，这就是咱之前所讲的，啊，分别五执，啊，佫其性五执，其性五执就是不分别。好，因为其实我这伊唔免经过后天的学习，已经自然就接触我，啊，一般的人就是安尼，吼，唔免经过学习就接触我。啊，那么那是迄种亲近外道的思想，卡来升起我这边呢，迄就佫加上一个分别我执，所以分别染污非就是分别我执，那么不分别染污非呢，就是其性的我执。现在这两种五执，就是根据这两种染污的慧作为伊的主体，安尼。所以这段甲咱解说，吼，五见的来源，就是由清净恶地色、闻非正法，啊，佫不如理作意，吼，这个就是分别染污慧的根源。佫再来呢，吼，由这个人闻识念所来。这个就是不分别染污慧的根源，伊有这两个根源了后，互伊对五种的趣温啊，不管是普遍来观察集中，还是随顺其中一个来观察集中啊，集中者内面是有我存在啊，还是集中者就是我，所以伊这种错误的思想啊，作为伊。诶，这种五见的主体，好、哦，那么咱来看这个主解哈。色界也见定者，啊、哦，色界也见初闻五见，好、哦，上面叫做色界也见呢，就是五见的意思，啊、哦，其实这个色界也呢，就是指虚伪的身体。啊，那是以色界也，哈，这的意义呢，就是指虚伪的身体，啊，可以破坏的意思，啊，
就是互咱了解讲，即个身体其实呢，肉体是虚伪的，啊，伊是呢，哈，随时拢会破坏的。啊，毋过众生对即个道理无了解，伫遮执着有一个相形住，啊，无变异的我安尼，所以即个叫做五见，就是伫虚伪的身体遮，哈，生起一个有我的见解，哈。那么学以识。定五有初温，定片观察，终极为五。学以其中随一观察，别极为五。那么这个五见呢，哈、啊，就是伫个这个识定五初温者，哈、啊，识想象形式，哈、啊，这五种的初温。那么咱也是普遍拢个观察。哦，那么甲综合起来，集着作为我，哦，就是集着咱的色相想形式整个的合体，哦，五种事物的组合体啊，作为我安尼，或者是呢，哈，伫个其中一种来甲观察，个别甲集着作为我，啊，比如讲有个人伊是集着色相想形式总即个综合体。就是我，啊有的呢是直接讲，哈、哦，色是我安尼尔，个别集中尔，哈、哦，啊是这个修是我安尼，就其中一个温是我安尼尔，好、哦，所以会有这两种差别，啊、哦，就是定片观察，啊是讲随意观察，安尼，啊唔过呢，拢总是集中作为我，那么如是说有二十句色界也见。就是这个顶片观察，啊，佮随意观察呢，所产生的结果，哈、哦，总共呢，都有二十句的这个色界也见。这个色界也见啊，有二十句，这安怎算呢？哦，简单甲咱介绍，哈、哦，伊讲五种的初温嘛，哈、哦，五种的初温。哦、那么伫每一温呢，伊拢有四句的集中，哈、哦，五种的初温，啊、哦，那么伫每一种初温中呢，拢有四句的集中，所以加起来就是二十句的色界也见。哦，安怎讲呢？第一句，伊就是集中五温，就是我，啊、哦。集中五温就是我，安尼，啊，啊，那么这个五句啊嘛，啊，集中这个色相想形式是我，啊，安尼，这就是五句啊。搁再来呢，吼、啊，有诶外道伊就集中讲，啊，我并毋是五温，毋过呢，我有这个五温，啊，五。有色想象形式五蕴，安尼，所以才来个五句啊。啊、哦，那么第三呢？哈、哦，这个色想象形式，伊是属于我的。啊、哦，再嘛个五句。啊、哦，色想象形式，伊是属于我的。啊、哦，搁再来呢？哈、哦，我住伫个色想象形式哈内面，安尼。啊，这样加起来多好，二十句，啊，就是集中色是我，集中想象形式是我，啊，还是呢，集中讲我，啊，伊有这个色，啊，还是讲集中我有想象形式，安尼个五句，搁再来呢，哈、啊，色是属于我的，啊，还是讲呢，想象形式哈是属于我的。哦，安尼加起来嘛五句，哦，也是讲呢，我是住伫个色内面，哦，也是讲我住伫个即个吼想象形式内面，哦，安尼加起来嘛个五句，所以五温搁在每一温有只四句，啊、哦，那么呢，就变作二十句，哦，安尼，就叫做二十句的色界也见，哦，那么即个二十句的色界也见呢？就亲像这个结论才有说明、哦、
那么由蟋蟀严定随官职五种处分，就是根据这个吼、哦、来讲出定随官职五种处分，就是定片观察，啊，搁有呢吼随意观察，啊来然后呢吼、哦、来执着我安尼执着作为我，这个叫做定随官职五种处分。那么处诸五见，或分别起，或是其生。啊，这种的五见，啊，伊或者是由分别所生起的，啊，分别起，啊，或者是呢，伊是其生的，哦、啊，依生俱来的，啊，生来的自然有诶，安尼，哦、啊，安尼有这两种的情形，啊，那么体积别境中会。染有一分，不过伊的本体呢是指啥物分呢？伊的本体其实是别境当中的慧。这个别境呢是指这个心所其中的一种种类。哦，咱这伫进前捌讲过，啊，心所有片形心所，啊，还佫有别境的心所。伫别境心所内面，其中有一个叫做慧心所，啊。那么这个慧的心所呢，其实伊分作两种，一种是清净的慧，哦，就是含正理相应的慧，哈、哦，啊，毋过一种是邪慧，啊、哦，邪慧就是指染污的一分，啊、哦，伊是属于染污的迄部分安尼，啊、哦，由是双缘就分别不分别染污慧为体，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原文毋只讲，啊、哦，或者是分别，或者是不分别。暗个呢是以染污的灰作为伊的本体、哦、那么分别五见，由清净不生重复，闻非正法，不如理作以故起。啊、哦，这个分别五见是安怎来的呢？啊、哦，分别五见，就是因为咱清净这个恶地识，啊、哦，这个外道的思想，啊、哦，还是讲外道的这个地识，啊、哦，咱清净伊。安尼啊，因为伊所有的思想拢总是错误，所以这种的人呢，就是不善。哦，那么来相反来讲呢，吼，佛教内面，啊，佛法内面则有几种，啊，这个正知正见的人，就叫做善丈夫，啊，嘛可以讲叫做善知识。啊，不过现在啊，这个不是，啊，伊是一个不善的人，啊。搁在听闻伊讲出吼非理的代志，啊，非道理的代志，吼，就是非正法。啊，搁再加上咱本身有不如理作意，吼、啊，咱家己有迄种错误的分别。因为一开始，咱着听错误的思想嘛，哦、啊，所以这个错误的思想，伊着引导咱的心趋向伊去甲分别观察。啊，结果呢，就拢总错误的吼。那么这个就是分别五见的一个因缘啊。搁再来呢吼、哦，不分别五见，由人闻识念其生啊、哦。这个不分别的五见啊，就讲这种的五见呢，伊并无需要经过学习，本来就有诶啊、哦，本身就有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由人闻识念的关系。哦，就是咱众生真自然，啊、哦，伊就会有迄种我的概念，啊、哦，真自然就有迄种我的观念，啊、哦，生来就有啊，无需要人家教，伊真自然心就会接住我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人闻识念的原因，哈、哦。那么是名五见升起差别因缘，啊、哦。这个就是伊五见生起来的因缘的差别，啊、哦，就是、有这两种啊、哦，分别的五见，就是由清净恶地识、闻非正法，啊，佮不如理作意来生。那么这个不分别的五见呢，就是由人闻识念来生，啊、哦，这个就是因的差别因缘，啊、哦。那么今日个啊时间的关系，咱研究到这，啊、哦，祝福大家弥勒尊佛。